可以不做饭，但是你做饭的东西不摆出来吧，万一今天天热不想走了，然后就想吃点自己煮的，说不定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是贵州安顺，一年四季平均温度是21度，在这里呀、啊，适合避暑，非常的凉快。看到我身后那个车了吗？这是我之前在四川成都认识的一个美女，我也相当于是我半个老乡吧，因为她是河南的。我和她呀，今天就是跑到了这个地方，主要是这里啊有一条河，她喜欢钓鱼，所以说我就准备和她一起待一段时间，陪她钓钓鱼什么的。还要钓甲鱼？这个地方怎么样？那还用说吗？嘎嘎凉快，伸手就能钓鱼。那就把这东西拿下来吧。废话不多说，咱这么又安家了。那就准备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，这个位置还可以是吧？嗯，打底半个月好不好？半个月随你。嗯，反正这钓鱼的地方很近。你搭哪一个帐篷啊？搭点小的。这是那个厨房那个。嗯。那等一下把你那大的放在上面去就行了吧？对，回头跟他收拾一下，放地上都行。放地上。走的时候再装上呗。啊。放在车下边，这边下雨也没事，水的话去他们农户家去打水就行了。正好你这里还有个小车，这个帐篷很好用，这么压着就行是吧？哦，这是往上一扒，往上撇的，往上一拉就行了。哦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每个都给它拉起来就好了。嗯？哦，就这么一拉。好拉吗？哦，这就好了，这个收也好收是吧？对，收也是往里一怼就好了嘛。哎，它折进去就好了。哎，刮风。不行，得掉个头，掉个头。哎，刮的风太大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对倒了，倒了。你什么时候到的贵州？10来天了吧。来这个地方只有3、4天，我在六盘水转悠了10天，就转着找钓鱼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找不到，然后又热。这里凉快了是吧？我没打算它凉快，我是冲着这里在网上看到一个水库啊，然后我就屁颠屁颠就来了。来了之后发现这里天气更舒服，但是那个水库钓鱼不行，然后又开始找钓鱼的。那就在这河里边钓呗。我就在河里面钓。你不来，我一个人，我不敢在这边，因为这不是营地，所以我就得找水库，知道不？你一个人害怕呀？那一个人，我睡这河边，我肯定不得行，感觉。你钓鱼是用手竿还是用啥？我不想钓手竿，但是现在只能钓手竿，它没有路亚鱼种。它不是这个有马口吗？对，除了马口没了。啊，那等一下你用那个路亚打一下试试。等会儿我们收拾完了去玩玩看。啊。好家伙，这点东西啊，那你都得把这东西拿下来。对，拿下来，晚上在车里，这就直接摆在外面，反正咱天天都得用。啊，你就是从成都就往这边走了？先从成都到都江堰，从都江堰到南充，从南充到广元，从广元又到了贵州的铜仁，又从铜仁到六盘水，又从六盘水到这个里，这半个月你知道我有多累吗？那你跑了这么长时间，你钓到鱼没有啊？我哪有？我要钓到鱼，我也不跑了，找个地方不行再跑，找个地方不行再跑，我跟着抖音跑。以后你们抖音上发钓位，再给我乱发，我诅咒你！我就按照抖音人家发的那种地方，然后我一激动就去了，一激动就去了，都骗人的。哇，这是个桌子啊！对呀、啊，这么大，做饭的桌子。你东西挺齐全啊！必须齐全，咱得把这当家过，你知道不？啊，那我看你晒得挺黑了。嗯，黑就黑吧，反正我不晒也没白过。哎，钓鱼它就是这样、容易晒黑。反正我也没白过，我一般都是小麦色皮，现在只是更黑了一点点。因为晒黑点健康。还可以接受。这都要放里面？我把那个桌子拿下来就好了，把这个桌子拿下来。还有两个桌子啊！高的做饭的，矮的吃饭的。我原来有3个呢，坏了一个，然后我就丢了，就搬砖就丢了。那不都桌子还？那个折叠的坏了。嗯，放在边上吧，行了。这样就行。
对，你这车也撞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进安顺第一天刚进来两个小时，先追尾，车是不是、啊？有点。那低了几厘米、啊？我去。装这么多，挺能。茶壶，这是不是必需品？这没办法，这是必需品。这个洗衣服的桶，这都是必需品。这个河里我看能洗衣服，洗衣服不用抽了。我还没在河里洗过衣服呢。等你下次尝试尝试。对啊，在河里洗过衣服。这都是必需品，这不拿不行。东西太多了，你这一收拾一下，哎呦。收拾好长时间。这个是洗澡的水袋，这个你见过的哈。这个袋不行呀、啊，这个有个柴火灶。柴火灶还有。对，这是厨房用品。这是一包钓鱼的东西，啥都有。嗯。我看你在这儿能不能钓到大鱼。拭目以待。我现在好像更想钓甲鱼。甲鱼，他们给我推荐的钓甲鱼，我把钩子买了，还没下钩呢。这边我估计、啊、够呛。甲鱼，除非是去那种大河里边。大河，多大的河？很大的河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不爱钓鱼，我染上钓鱼的时候，我几乎都很少回河南。在我的记忆当中，我们村里的那小河，估计我现在回去，我能让它连根拔，因为我们那里没人钓鱼。那河里鲫鱼可多了，嗯，以前它没有人管，还有下网的，你现在没人敢钓，没事是吧？嗯，我现在回忆一下，我就觉得说，如果我要是再回到老家去，我绝对连根拔。现在成了高手了是吧？半个高手也不是，主要是那我们那边鱼很多，我钓的、鱼情好。哎，那边鱼很多，我们那里人不钓鱼，哪像四川人这么休闲，到处钓鱼。哦，这一打开，四面透风了就。对。通风在里面热。嗯，你这个圆筒干嘛用的？你猜。装水的。装鱼。装鱼。你用这个装鱼啊？嗯。哦，这方便能看见是吧？我要炫给大哥看。哦、你每次露营都要收拾这么多东西啊？对呀，自己摆自己收。缺了就感觉特别不舒服。嗯，可以不做饭，但是你做饭东西不摆出来吧，万一今天天热不想走了，然后就想吃点自己煮的，说不定呢，对不对？你要是待个一两天就没必要了，待时间长点还可以是吧？我一两天我也摆。好吧，我看你还有个大帐篷，那大帐篷是干嘛的呀？睡觉的呀，一室一厅，收拾一下马上出发钓鱼。这是上次有个小哥哥乱七八糟剩下的都给我了，啥都有。嗯，我得看看我还缺啥。我估计在这个这边都用不到。这。嗯。两个小哥哥在河边钓了五天，钓了30多条鲫鱼。五天钓了30多个。嗯。都是小的。对，都是3两左右的。啊，那就预祝你在这里能钓个半斤的鲫鱼。